然后它的饭香吗？香吗？香吗？你的嘴巴有没有问题啊？ Excuse me， 有问题。我是 Miss Hippo， 你看今天谁在我的 video？ Hello， 我是 Hippo 老公。OK， 今天我们的 series 是 X， 就是我们大家一起 try。X， 很慢哦。Okay， 2, 3, 4 X 厨师创业，我们一起 try。今天哦，我们 travel a long long way 嘞，从。West side to East side 嘞， yeah. 为了来 try 这个 Nasi Lemak， 很多人都喜欢吃 Nasi Lemak， 所以我们啊要来 try。OK， 今天的 X 厨师是从哪里来的？他是 from 一个 3 star Michelin restaurant called Zen。哇， 3 star Michelin 嘞， and 他和25岁而已。哇，25岁而已啊，哇，很年轻，太年轻了。哎，很饿了啦，不要讲了，不要讲，我们去 try 了。肚子饿了，因为我们早上起来到现在没有吃到嘞，所以我们要快点去 try 我们的 Nasi Lemak。 Let's go。 OK， 我们已经到了这里哦，你看这个 So Lemak 在这边啊，你看，哎，我们排队去买。 OK， 哎，就是这个女孩子，她在这边嘞，这个 chef 你看，哇，年轻又厉害哦，25岁的 chef 嘞。哎，你懂哦，她还有阿扎嘞，我最喜欢阿扎了，我一定要买阿扎。哇，我们的 Nasi Lemak 来了， Can't wait to try it 哦，爸爸。哇，有鱼，有欧达，还有 chicken wing， 还有鸡蛋，还有你看，哇，这么多嘞。这个哈、哦，这一套是 number one 的哈、哦，它有鱼，有欧达、啊，这个是哈中街来的嘞，它不是 normal 的 chicken 来的，所以哦，你看它的花生，还有那个干鹅颈，哇， everything 啊，鸡蛋全部 looks very nice。然后我这个呢是 number three 的，然后比较 simple 的啦，就是它从盖鸡蛋跟那个干鹅颈跟花生咯，还有 chili 这样而已 simple。所以爸爸，你的这个一套是多少钱啊？我的是7.5。哦，我的是5块钱，而且哈、哦，我看到他有卖这个阿扎，这样一盒哈、哦、4.5，因为我很喜欢吃阿扎的嘞，我要看它的好吃吗？啊，要 try 要 try。OK， 你要 try 什么？我 try 这个饭先，你懂 Nasi Lemak 啊？最重要啊，就是这个辣椒，然后就是它饭，饭要香嘞。其他的配料哦，就是很多人看你喜欢哪一种配料啊，都可以的。所以爸爸，你吃的怎样啊？嗯，它的饭香吗？它的饭比较 special 嘞，你看，为什么？它饭长的嘞。哦，长形的哈。嗯。然后它的饭香吗？香吗？normal 香啊。我 try 啊，这个是我没有放任何东西啊。香吗？它的饭、哦、有那个哈、哦、coconut 的味道哈、哦，然后还有斑斓的味道，很香。你的嘴巴有没有问题啊？ Excuse me， 有问题。它的饭就是哈、哦、Nasi Lemak 的饭的味道了吧？它是香的吗？而且我觉得它的饭哦，粒粒分明 ，it's very good。再 try 那个辣椒的 ，OK， 你要这样啊 ，mix with 那个辣椒啊，这样啊 ，OK。嗯，它的辣椒哦不错嘞，不会说很辣，然后它有那个 on point 的哈、哦，它辣椒不错嘞，有它的特色啦。因为哦 different 的 Nasi Lemak 的那个辣椒哦，个人不一样，有的人呢比较偏酸的、偏甜的、偏辣的，好、哦、对不对？它的哈、哦、嗯，好像不是很辣，也没有很酸，也没有很甜。你穿那个 chicken wing， 他最喜欢吃哈、哦、chicken wing 的。这个叉葱盖的 chicken wing， OK。Normally 哈、哦，我们的 Nasi Lemak 的 chicken 啊，就是 normal 这样炸的嘛。这个是叉葱盖的，爸爸，你吃有什么差别啊？有啊，它的叉葱盖的味道有啊。啊，所以你要比较特别咯，对不对？嗯。OK， 我就 try 这个叉葱盖啊。嗯，完全跟他讲啊，你知道为什么呢？他到他中盖不是那种很重很重口味的他中盖，哎，你东西是要咬久 ，OK， 你咬，那个他中盖的味道就出来了。我现在在揣那个干鸡啊，他的干鸡啊是小小只的嘞，而且很脆耶，因为有的那个干鸡是大只的。如果你不会脆哦，你咬了好像是软软这样的嘛，它好像有一点像那个什么啊，嗯。
银鱼呀、啊，它不是银鱼啦，它是干鹅颈哦，它比银鱼大，因为干鹅颈有那种很多很多 size， 它这个 size 哦比较小只的 size， 瘦瘦小小的。OK， 现在出来花生 OK， 你看。花生也是最最的，最重要花生哈是不要有那个超布超布的味道，它好不会。你看它，我都要吃完了了。它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嘞，然后叫它讲口感不会讲一直吃，你看 non stop 的嘞。现在我们哈要 try 这个欧大了啊，来，我喂你先。你要讲它的味道哎。欧大有有两种，有一种是比较瘦的哈。长的那个那种哦，是哈、哦、normally 你在巴沙马拉吗？还是在有的咖啡店他们有卖的？个是比较大条的，就是这样的。啊，价钱就不一样啦。连这个我觉得是比较normal 咯，因为normal 的欧大是这样 taste 啊一样的。我要 try 那个鱼。嗯。跟你讲哦，这个鱼哈、哦，他们应该是用那个黄姜粉哦，拿去marinate 的。Marinate， 然后他拿去炸，所以就有点 yellow 的，所以我要 test 它的味道。现在我 test 它。嗯，它的味道哈、哦、不会说很重口味啦，它不会说很咸，它没有牺牲到很咸、啊、它不会牺牲到很咸这样，很淡这样咯。OK， 你懂这个鱼是什么鱼吗？ Kuning fish， OK， 我跟你讲啊，你们每次吃 Las Palmas 啊都是 Kuning fish 的，有的哦炸到很干。嗯很脆，比较小只，这个哈、哦、比较大只一点。这个耳朵它没有炸到很干哦，可是哈、哦、你可以吃到它的面啦，它的面就会比较 juicy 这样哦，对不对？对。哇，这个拉西罗马很 special 嘞，还有汤嘞，我们要 try 这个汤。Normally 哈、哦、拉西罗马没有给汤的嘞，而且它的汤的料哦挺多的嘞，有那个 carrot， 还有那个 white carrot， 然后还有高丽菜嘞。它的汤哦，就是菜的那个味道咯，甜甜的那个，你懂，它是 original 那个 cabbage 的那个菜那个甜味出来的，因为它用的蔬菜啊，你看有 carrot 吗？很少人给这样大块的嘞，好、哦，嗯，你看它的这个北菜刀就是 radish 啊，你看这么大个嘞，这么大块，你看，所以哈、哦，我 unexpected 它的汤哦。不是像水水这样的，你看我们平时吃的别的，他们的汤是水水的。Overall 哈，我觉得这个nasi lemak 哈 ，nasi lemak 哈不错嘞，可以吃，可以吃哦。现在我要 try 它的阿扎了，因为我每次哈，如果有看到哈卖那个 nasi lemak 的哈，他们有卖阿扎，我 confirm 要买，可是他每次不要买给我的嘞，很烦的。很少人卖阿扎，因为哈有没？没有哈，很多工的嘞，看吗、oh, ？OK， 你看我要 try 哈。脆脆的啊，照我就是喜欢吃的，好吃。它的醋哦，你看挺多的，而且它不会说很呛的，不是那种呛的哦。嗯。但有的人哦，他们哦，你买它的阿扎是没有这样多醋在里面的。它的这个阿扎哦，很 fresh 啊，我觉得，因为全部脆脆的嘛，不会啊说软软的。啊，你懂我有去research 啊看哦，你懂它这个是它的 grandmother 的 recipe 来的嘞，看啊，它的 grandmother 哦传这个 recipe 给他哦，他发扬光大。这个工作很辛苦的。As a hawker 哈、啊，这个 hawker 很辛苦的，很辛苦的。你要 maintain 你的 food 哦，一斤半哦，就是哦，要下很多的工了嘞，没有这么容易的。你不可能今天煮好吃，明天煮不好吃嘛？ Yeah, 你的生的一定要啊，要一直在那边，对，一定要在那边的。嗯、所以我觉得哦，他哦，把它做得很好咯。对对对，对不对？加油啊，加油！我现在 order 哦，打包回家嘞，给他们吃。嗨，这是老板娘。25岁而已哦。OK， 今天我要 thank you 我的 Hippo 老公。OK， 你要不要再 follow 我来啊？吃东西。有空啊，有空可以的。没有空啊，你可以。我哈、哦、每次叫他来哦，很难请的嘞。这个我表演好像哦大牌这样啊。OK 啦 ，So thank you everyone for watching our video. So do subscribe to Miss Hippo YouTube video and follow me on my Instagram and TikTok， 还有他的 Instagram 还有 TikTok 我说 OK。So 你们有 anything？有什么好的介绍 ，leave in the comments box below and let me know, OK? 还有，继续支持我 ，OK? 拜拜。